快接！大家都在吗？加油，加油！好，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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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桑加油，阿桑加油！耶！王哥，王哥，耶！别动！喂，大家好，我是在九州过来的香港球迷，叫阿 Ken。 今天我们已经来到这个名古屋的球场，准备看香港对中国的比赛。香港影秋，喂，我叫什么？就是简单访问一下。可以啊，我就姓郑，然后我是台湾。哦，蔡英文加油。就像你在香港也很久没有可以进去球场看香港的比赛，所以特别是很兴奋。然后就是他们换了一个教练之后，踢的足球的模式跟之前完全不一样，就是变得很积极。虽然这三年来香港历经了很多风风雨雨啊，但是我相信这一场会是个很好的开始，然后会让香港走向更美好的一个未来。这样，香港加油！阿爹多在吗？我多了一个。哦，我可以不说，阿爹多在吗？可能我们就只能就是先立足于防守，然后打防反，就像上一场打日本队这样，就是即使说我们可能没办法去赢对手，但是呢，我们可能会尽力的去就是不让对手进球，或者是不让对手多进球。我觉得这是未来8到10年我们中国足球在国外打这个国际比赛的时候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吧。能跟日本队打成0-0，能守住这个平局，我觉得算是一个很不错的结果。中国人可能对自己体育的首先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一个这种感觉，然后包括可能有带可能连带的有一种大国的这种情怀啊或者什么的，觉得中国队应该达到怎么样的水平。但是我觉得这一切都应该以这个现实情况为这个基准，因为我们中国其实是一个足球发展基础是比较一个基础比较原始的一个国家。戴伟军是出生是香港，对，你觉得他的表现怎样啊？我觉得他的表现非常好啊，他非常有天赋，他的个人突破能力啊，包括他的这个意识啊，都是属于很欧洲化的，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曾经在欧洲青训体系当中成长的一个球员。那我觉得香港队现在可能就是规划球员没有像以前那么多了，所以我感觉香港队香港足总的也是比较注重说本土球员的培养，包括香港队现在也有很多年轻有天赋的一些球员，什么比如说像陈俊乐啊这些中超联赛踢球的。香港好，OK， 没问题，我帮你接上。郭强，加油啊！南博，我帮我们。OK， 没问题。我帮 OK。其实香港队的足球不嬲都系好防守性。咁突然間要變到咁進攻性，其實係困難嘅，唔係容易，即係唔係玩遊戲機，你突然間轉個陣、轉個 formation 就可以做得到。咁我諗係大家都付出咗好多嘅努力，而喺我哋得到進攻機會之前，其實係嚟自一個好好嘅防守。咁我深信安達臣教練嚟到之後，其實帶俾香港球員或者香港球迷最大嘅改變就係個思維上，原來我哋要大膽啲，其實我哋可以做得到。其實是證明了俾嚟緊嘅香港球員睇，你哋都需要加倍努力，你哋都可以達到去嗰個層次，去到嗰個 level 嘅時候，希望我哋香港球員自己自強。聯賽嘅停擺，喺印度踢完亞洲杯，咁喺香港隔離咗7日之後咧，我哋得1個禮拜時間去準備，咁所以實質嘅準備功夫其實就真係唔多。咁你話3場比賽見到港隊嘅球員其實都好賣命、好搏命，真係跑盡每一分鐘。我諗其實每一個球員都係想向世界證明，或者向亞洲證明香港足球其實係有啲能力俾到啲困難亞洲嘅勁旅，而我哋想證明自己係大過一切。這個動力再加埋香港嘅球迷或者你哋日本遠道而嚟嘅球迷去支持我哋，所以我諗我哋踢嘅時候咧，其實基本上都唔會諗攰唔攰，跑啦，唔使諗，證明俾人睇我哋可以做得更好。聯賽係好重要嘅，咁希望每一個球員能夠喺訓練入面或者聯賽入面攞一個最好嘅狀態。咁而到時候，我相信
香港隊是可以用一個最強最強的陣容去到應戰，我覺得其實是遺憾的。你問我到而家，我的感覺都是揮之不去，因為其實你見到場比賽的過程，我哋很有機會去贏波。我哋是比較有優勢的一隊，我哋創造到更多防守進攻，我哋都是比較好。但是奈何足球有陣時就係咁天意弄人，數據上其實是不可以接受的，你看這些數據。但是我會覺得而家我哋是一個改革的開始，慢慢去經歷。我在度好想借呢個機會，最想多謝就係香港的球迷，因為其實要支持香港隊是不容易，同埋喺一個咁創新的打法之下，其實點解今場比賽對中國隊是很揮之不去？因為我哋係有機會贏，我唔想香港的球迷只是看到我們是衰敗有榮，我們是值得去贏，但是足球就是這樣。所以回顧這個比賽，其實我們球場上的表現是絕頂的。試問哪一支球隊對著日本、韓國亞洲最 top 的兩支球隊會這麼進取，輸這麼多球都不怕，都不耷頭，都堅持去到90分鐘，對中國隊能夠可以說壓倒勝地，但是奈何入不到球。所以其實你看到很多東西都是正面。我希望香港球迷記住一句說話，就是不是因為見到希望才堅持，是因為堅持才會見到希望。所以接下來漫漫長路，香港要改革了很多很多困難的時刻，希望大家會陪著我們。剩下三個啊， Keep pressure 啊，落底開始，好啦，好We are, we love Hong Kong, we do, we love Hong Kong, we do. We are Hong Kong, Hong Kong. We are Hong Kong, we are Hong Kong, we are Hong Kong. 喂喂，We are Hong Kong， 可以嗎？上手啊，上手啦，90分鐘啊！Hey, Red! 再一，再一，再一！